喂，在座的大兄大姐，大家好。真欢喜呢，接受到主办单位邀请吼，来介绍一寡我音乐的创作。然后最后呢，可能会甲大家唱一首曲啦吼。其实来遮最主要是要来讲咱台湾人的故事。讲到台湾，咱心情拢真沉重，尤其若讲到政治，咱拢袂欢喜。其实呢，台湾有真好的地理条件，一年四季如春，有山有海，实是天公伯并无亏待台湾。但是因为即个民族呢，历史上就是拢伫用吞打，伫用求。咱的历史看起来就是简单讲，毋捌真真正正尊重即个土地主人，所以若要讲起来，台湾的历史是悲惨的。简单讲就是讲，咱的历史拢叫统治者暗藏，互咱的后一代呢，无了解过去台湾悲惨的历史，尤其是二八事件。安怎叫用战术？安怎叫用吞打？咱新的一代完全无知无了解，这拢是统治者呢，有意暗藏即个历史。其实呢，我嘛是一个真平凡的人，过去嘛是接受着即款的教育，但出社会以后，发觉有真侪学校界甲出社会完全拢无共款。渐渐了解到呢问题，了解到呢历史呢。其实，迄个民族意识就是安尼慢慢啊形成起来。到一当今将近二三十年，看真济啊，听真济，嘛感受真济啦。我个人因为音乐趣味，所以我就用音乐的形态记录台湾。简单讲，就是用音乐伫写历史啦吼。当然，即写曲其实。有四百几首，包括童谣有四百几首。其实绝大部分的歌曲，拢甲这块土地的人民有关系。今仔来遮呢，就是讲我一步一步，带入去这个时空环境。渐渐你伫作品内底，你就当了解我这个人。其实呢。二三十年是人黄金的年华，我时间差不多拢在做这啦吼。当然过去二十几年前都接受到海外邀请，其实伫美国外国的人变得较侪。伫台湾除了运动裤啊吼，外以外其他，像我去学校，邀请我学校学生无半个外国的，甚至于。你介绍一个本土的作家，咱的子弟拢无人捌，这就是台湾的教育。像宋哲来，这本土的作家有真侪这诗人，我介绍作品，问讲若捌的举手，到即当今也毋捌有人捌举过上捌的，这就是台湾一个真畸形的现象，这就是统治者有意。无要了解即个土地，了解台湾的历史、人事、地物，真济过去家，就是拢从甲你生活有关的个事物，咱的册内底拢一笔带过，所以造成咱一代一代，拢将咱祖先的物件放袂去，甚至含家己的母语，真济含家己妈妈、阿公的话拢袂晓讲。下面。就先来介绍这首，叫做《台湾》。台湾是生咱的所在，感念感恩在阮心内，付出情义，付出爱，代代花蕊代代栽。台湾的四边拢是海，青山绿水随阮来，人讲青山绿水啦，吼。
美丽山河咱所爱，我其实较早是写可惜，互人来迫害。啊，因为去参加比赛呢，我惊即句话有较敏感，所以我就来改做毋通互人来迫害。其实台湾是去用迫害，哦，台湾是生咱的所在，哦，啊，台湾四边拢是海，青山绿水随阮来，美丽山河咱所爱，可惜互人来迫害。台湾突出中央山脉，风风收敛插入云内，玉山阿里到基来，这是命根的所在。这是我有参加这个文化总会这个全国创作比赛呢，得到优等奖。啊，迄个时阵总统阿扁总统呢，有亲身去到我住的所在，啊，去头啊包一个红包给我，鼓励我加写一挂这方面的一个歌曲。所以我今仔开始，我是先来唱这首台湾。台湾
卖风风少年插入云来玉山啊你到期待这是命运的所在玉山啊你到期待这是这首叫做《台湾》，其实这款的歌我写真济，吼、哦，像讲海洋的国家，因但四面拢是海，咱毋是大陆性的。其实海洋的民族应该是真活泼、真浪漫、真热情，但是伫这款的政治的统治教育之下呢，台湾人那敢那并无介浪漫啦，吼、哦，啊，那敢有那无遐热情。当然，这跟政治因素有关系。啊，不照你讲，海洋的国家就是海洋的民族，哦，就是跟海有真大的这个关系。哦，啊，这游泳这边讲啊，就是讲跟海接近呢，哦，应该是对这个水性各方面拢真了解，对海文化爱了解真济。但是所看到的台湾，那敢那不是安呢？啊，这就是跟政治有关的。啊，下面呢，我咪来介绍，有那小工伫讲歌颂台湾啦吼，伫讲台湾的水，一首叫做《美丽的佛摩萨》，因为当作是阿扁总统呢，去我厝里，讲叫我一两写一挂台湾精神的歌，哦，当然对我真鼓励，所以我搁再写一首《美丽的佛摩萨》。美丽佛摩萨，玉山悬悬徛伫遐，海洋四边遐尼阔，阮的美梦拢伫遮。美丽佛摩萨有祖先留过血汗，代代子孙伫遮生大，阮的希望拢种伫遮。这个希望种伫遮，吼、哦，这个有较深的意义伫内底。就我的生命是甲这块土地是连做伙，生伫这个所在，死嘛咪死在这个所在吼，有较深沉的迄个意义伫内底。青翠的山脉，白云来做伴，花蕊开遍满山岭，海鸟的叫声，亲像土地呼唤，声声钻入阮心肝。美丽佛摩萨，太平洋的顶塔，阮的心。永远坚定向伫遮，这是阮美丽国家。当然，台湾变作真真正正一个土地主人的国家，实际上目前是啊一个梦。咱所知影，咱的教育内底、宪法内底，土地还佫涵盖中国、蒙古，哦，啊，即个规个迄个国体，即个问题，吼、哦，完全是。过去国民党政府也无经过台湾这个土地同意，将迄套宪法总搬来台湾，叫台湾人爱好好去遵守。啊，当然政治性我无爱讲遐济，下面我来介绍一首《美丽佛摩萨》。
祖先留过花冠，代代子孙伫这生团，阮的希望拢种伫这。这翠的山脉，白云来作伴，花蕊遍满山岭，海鸟的叫声，亲像土地呼唤，声声藏入阮心肝，美丽父母山，太平洋的。的心永远坚定，向伫这，这是阮的美丽国家。大概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啊，有一挂即个较本土的一挂文艺界朋友，啊，约我伫台北做伙食饭，啊，然后去找一个所在吼开讲，啊，就是讲因为我写音乐，因拢伫写台语诗，啊，我所知影就是讲，即本土的呢，感觉讲运动的歌曲真少。但是有一挂人过去咧写呢，唔敢明写，因为惊讲会出代志，所以拢用影写的。
啊，其中呢有一位诗人哈，一个老诗人哈，林宗元先生。我二十几年前的时阵，佮熟悉伊种第一首诗歌啊。伊讲这首其实是伫写咱台湾人的心声啦。当阿妈伫摇这个孙啊，吼，啊这个孙啊摇袂大汉，亲像台湾，永远袂大汉的阿妈迄个心情。吼、哦，摇啊摇，烧啊烧。有阮乖孙爱困爱人摇，用阮戆孙爱哭爱人摇。哦，这就像阿嬷伫摇孙仔迄个心情。啊，其实这首诗伫戒严时代所写的。阿嬷伫摇一个孙仔，就是讲台湾人，毋知到啥物时阵，带亲像人带大汉。所以下面我来介绍这首摇孙仔。You
还记差不多二十年前，去海外唱歌时阵呢，每一场都拢真侪人吼，伫流目屎吼。咱所在过去有姐姐，海外知识精英，袂当倒转来家己故乡，就是因所谓的黑名单。其实这黑名单呢，是拢台湾一流的人才拢伫海外，不管是商界还是学术界，差不多是拢差不多一流的知识精英。因为真侪这个言论呢，无符合着统治者的立场，拢变作黑名单。咱所知影，先出世伫这块土地，伊老师、伊同事、伊亲人、伊爸母拢伫遮，吼，竟然阻碍人甲土地感情，这就是过去台湾的戒严时代。以我所知影呢，有侪侪人拢袂当倒转来。讲到台湾。迄、那个感情就走出来，尤其伫几若千里外，吼、哦，有台湾人的所在，那所在故乡即款的物件，是离愈远，迄、那个感情是愈深；离愈远，迄、那个画面是愈清楚。等到住伫台湾的，较无迄个故乡的感觉，迄、那个画面嘛较模糊。这就是人。就是有思想、有感情的。过去台湾的年纪环保做得真歹，所以自然环境吼破坏真严重。不管是河川啦吼等等。我会记阮细汉的时阵住庄卡，庄卡的所在有真侪即个火金菇吼，迄若热天时叶叶死啦吼，过溪边也是啊，田里叶叶死啊。但是遐物件即摆拢看袂到啊，因为即个农药害吼，拢毒死了了。所以面我就想要来介绍吼，即四条啊的火金菇吼。即些火金菇呢，是咱的即个国策顾问啊，曾碧林律师吼所写的。我二十几年前的时阵，伊就是听着我写的音乐曲，伊讲真爱我写的物件吼。伊讲伊写一挂诗，是毋是当委托我来当谱曲？所以这个作品是二十几年前所写的，叫《火金菇》。就一粒星，到处流浪的心中，愈飞愈远，愈飞愈远。
愈飞愈远，放出点点点闪失的希望。下面呢，我另外来介绍另外一首，当时这个嘛是写过去台湾，过去台湾的农村，人甲人之间真有人情味。厝边头尾，大家拢足熟悉。那位艰苦人呢，不管去口头到乌汉子呢，厝边头厝边尾，大家分较到，尤其那较善食的人。会摕一寡米去予伊，即就是过去传统的台湾。但是五十年后，咱的台湾看起来迄个状况，那个计毋是安尼。对人性、迄心灵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甲即个规个环境有真大即个关系。本来即个民族性真善良，有真好的美德，但渐渐呢，咱每天。电视所看到的电视新闻，拢予咱真心疼。迄毋是台湾，迄毋是咱要爱。所以我要介绍，我有一个梦。
阮有一个梦，伫阮美丽的故乡，天是遐尼青，风是遐尼温柔，清凉的空气，嘛有土地花草的香。水清清，草木齐翠，鸟声是遐呢迷人。阮有一个梦，伫阮思念的故乡。自阮走了后，田园无人通扫草。敢阁有人来歇斗？厝边头尾囡仔伴，什么时阵来阮家？其实底下哦，过去的台湾啦吼，就是讲人甲人进入这个人情味哦。其实我嘛真怀念过去台湾迄款的人甲人迄款的气氛。一九一年，我倒转我的母校哦，我的母校小学读个学校。但是回去看那个学校，那敢那跟我一段关系都无，因为我细汉的时所看到那个画面已经拢无去啊，那个厝啊已经拢翻新，拢无同款。本来是充满着那个感情，但所看到跟我梦中那个画面已经完全无同款。但是呢，伫几个学校内底，拄拄好有一张，我认到一张青啊树。发生感情是迄张情啊，其他诶含我一段关系、一段感情都无。照你讲，你办教育诶，一定爱留一挂共同诶记忆，不管学校啊是社区环境，有共同记忆诶物件，绝对袂使搭毁掉。但是呢，咱今所看到即个政府，就是迄个心无伫遮，迄心甲咱无共款。咱感觉真重要物件，对伊来讲，迄个是多关系无？你若台北去看迄遗款啊，迄个当然历史关系，规拢在咧毁掉，开棺来，但是即马伫遐咧起嘛。啊，所以有当伊讲咱人的进步，但是迄人文的物件袂使捡无去，因为今仔日看台湾的主导者，心甲咱无共款。咱认得真重要的物件，但是伊即拢在你毁掉。这个共同记忆其实甲咱的历史有关系，但是历史就是
一丝啊一丝啊，把你洗掉，把你挥挥袂掉。讲起来真残忍啦，吼、哦。下面我要来介绍另外一首曲，是写一个小妹妹，年纪真轻，就得着癌症。啊，当这个曲就是讲鼓励这个小妹妹，哦，爱有迄个勇气活落去。人上就是讲，人要活落去，迄个意志就已经无去。那安尼新鲜就无法度救哩。啊，这里头一句话：拨开云中的月，春天将你来画。其实这句是诗的语言啦，吼、哦。就讲人心内的乌影爱提掉。人心内迄个乌影，你若无提掉，永远你就活伫迄个黑暗的世界内底，永远你就袂快乐。迄乌影提掉，你才会当看到迄个光，才会当看到迄个希望。迄个光就是上帝。心内乌影你若无提掉，你的痛苦，上帝看袂到，伊袂当了解你，所以明我来解释。梦中花，
才知花开有几回。半几分钟的月，春天将至。咱这个一点钟后吼，啊，休困十分钟啊吼，佮继续吼，啊，所以我下边继续佮再唱两首以后，咱暂时先休困一下吼。啊，下边要来介绍这首呢，是发生伫嘉义，吼，啊，嘉义呢有一个阿嬷呢。伊一段罗曼史啦，吼、哦。阿妈少年有一段初恋，伊的爱人是一个讨海。有一天出海去抓鱼，结果发生事故，尸体全无看到，所以阿妈呢，时常嘛去海边啊，从少年到老，该讲的话也已经讲尽了。目屎也已经流干了，年纪也已经老了，但是这段感情呢，永远在这个内心哦，洗不掉。所以这首我要介绍叫做《阿嬷的海墘》，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家己。一日，海燕起性地，出手将阿嬷的爱扯到海底。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墘，用目屎沾伊心爱人讲话。看某们相相相对，流过伊个心肝底，一滴一滴寂寞个血，染红了阿嬷个海墘。经过几啊年了后，海风信达阿嬷个话，不过阿嬷知影，总有一天会载着伊思念个迪拜啊。参与心爱的人相会。一日日，海燕起性地，出手将阿嬷的爱扯入海底。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墘，用目屎掺伊心爱的人讲话。卡莫梅声声相对，流过伊的心肝底，一滴一滴。寂寞的花，你红了阿嬷的海墘。参伊心爱的人讲话，卡莫梅声声相对，流过伊
的心肝底，一滴一滴寂寞的火，霓虹阿嬷的海墘，几啊年经过海风仙打阿嬷的话，不过阿嬷知影，总有一天会回来海墘。参与三咱搁再唱一首以后吼，暂时我可能爱留啊休困一下吼，啊十分钟后咱再搁继续后边段，安尼好不好？好，好 ，OK。哦，这条以后咱再休困吼，下面我来介绍一首白兰花。兰花生在深山那内，无人伫看顾。自己生根，自己发芽，自己芬芳。人受雨水，受尽冷风，踮在深山中，犹原开出美丽可爱的笑容。酸冬田径照芳中，春啊秋冬花开花谢，在阮的故乡。在深山那内，无人伫看顾。自己生根，自己发芽，自己芬芳。人受雨水，受尽冷风，踮在深山中，犹原开出美丽可爱的笑容。白兰花。白兰花，花蕊开甲满满是，不惊冷风，不惊霜冻，田径照芳中。春啊秋冬，花开花谢，在阮的故乡。花蕊开甲满满是，
不惊冷风，不惊霜冻，电金石芳中。春夏秋冬，花开花谢，在阮的故乡。春夏秋冬，花开花谢，在阮的故乡。啊，这个米歇群进前呢？啊，有一位要来投介绍黄世雄，啊，无你来介绍一下吼。啊，咱暂时休困十分钟的时间吼，啊，继续后半段。啊，暂时我要教大家来唱一条歌啦吼。哎，各位乡亲，各位台湾人，大家好。哎。那么休困进前呢，甲各位介绍两块老师的专辑。有一块《月中之歌》，这是咱阿扁总统在狱中所写出来的歌。台湾永远是咱兜阿母的目屎，一边一国。这阿扁写的歌词哦，在狱中写出来，老师作曲，老师亲自甲作曲起来，已经录好啊。好啊，老师要参各位结缘呢。伊特别为高雄吼，拄啊好，伊查来拄啊剩27块，所以准备讲两块送一块伊的 CD， 800块。吼、哦，啊老师要，咱等下才找我服务。啊，也佫有就是讲，等下伊会甲咱教，会甲咱教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这首歌曲。啊，希望咱大家拢学会晓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好，大家休困，感谢你。